月十八，哎呦我的妈，强势回归！法医杨义松夜审八爷，吓破凶手暴打。李昌钰独门血迹鉴定法，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。希特勒在南极和外星人联手，打算占领太阳系。徐浩平前进极地，跟企鹅合开万人演唱会。你讲什么话你啊？你胡说八道，别打赌！林大斌，老婆发高烧，你再塞进，不算有毒啊！买买买买！不要，不要，还给你！哎呦我的妈，等着你回来。